我们看到在观众席上还有佘金，旁边那个是我二姐。哦，二姐也来了。哎呀，二姐比尹素丽还漂亮。来来来来，到我们舞台上来。这四个人身材都好好啊。你还别说，尹思中，这四姊妹就你长得差了点意思。今天还有一个惊喜，派一个人站到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，好不好？我去吧，去吧。来，你们三人站着旁边，面朝这边，来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，孩子。来，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早年父亲去世后，尹中华及其姐妹以表演杂技担起家庭的重担，供养两个弟弟读书，赡养家里的母亲。由于常年在外，一家人很少能聚在一起。来，妈妈介绍一下自己。我是他妈妈，我有点对不住他，对不住我。这两个是吧？都没有，都对不对？他几个啊都没有，都他这三个我都没有读书。但你挺幸福的，你看你的这几个孩子长得都这么漂亮，都这么孝顺，还这么团结。俺那孩子里都是受罪受大的，我给他哥一辈子愧疚。其实今天四位来，包括妈妈来，特别高兴。其实，在生活当中，可能也很难像今天这样都团聚在一块儿吧，是吧？几年有的都不见一回面。啊，个个都这么有出息，个个都这么有孝心，而且妈妈身体好像也不错，是吧？嗯，那我们就没什么要多说的了，我们只能祝福他们一家人能够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、永远幸福。来，请回。